7月6号，昌都起床，准备出发下一站。等一下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昌都很有名的一个寺庙。昌都的话是一个没有通高速、没有通铁路的一个城市，所以它那个物价比较高，吃住都非常贵。比如说一碗面条的话，差不多就是20块钱一碗。看，导航就让我们直接选走这条路。要是我上面这条路直接省略了，我搜途径8000都不让走，途径都不行。我刚搜了一下途径8000，他往前走了一点，然后又让你倒回来。你在上面没有？大山呢？303，那去。寺庙叫什么来着？我给你说花了。强804，强084，84强零。啊，八四光年呢？强084。那我们就去寺庙，然后他们去修车，我们去参观寺庙。妹子，你的手摔成两截了。去寺庙的，出发了，去寺庙的。然后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寺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是喇嘛上课的地方。这个是各地学生都念诵。啊，每个人捐多少钱，然后他会记录。对对。交房子。这些都是喇嘛。喇嘛法师的座位。你坐在上面吗？可以啊。这可以，这个又不是。这可以坐吗？可以坐吗？水龙头呀，这些。哦。这是谁？整整一圈，每个都不一样，什么生老病死啊什么的。它龙口里面为什么会吐这个东西出来？转世成什么动物呀？什么？你看这样那样的都有。藏你手机拿来。藏银藏。哇，这都是纯金的。哦。还看那些宝石都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但有的它也不是纯金，有的是镀金。这每天都要换是吧？对对。莲花。现在莲花要3000。强804简介，600多年，1437年由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向1444年建成，西绕桑布，573年，573年，哦，这其实就像一个大型的学校一样，对。这是他们藏民围着寺庙转一圈，转经路，一圈的话有2公里多。现在大家有的在检修车辆。这什么程度了？进水了。修好了没？洗澡。换了。可以可以，小明现在。他更牛逼，小明你这鸟枪。我想问一下你，你在出门之前你是怎么想的用这个胎？出门之前呢，他胎雾抹的没有这么严重，想着也路况没有想象中，应该没问题的。结果呢，问题大了。其实也没有跑多少，是在城市里跑了2天，光头已经变成光头胎了，非常薄。我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轮胎，最好是换成龟背或者菠萝胎。然后小明是实在受不了了，然后换了这个。
多少钱换的那个？200，便宜。200可以。它不是正新的，没正新的。看它这个胎已经非常非常薄了。对，胎壁很薄了已经。出发了，出发了，走303省道，丁七那边路不通，改道。我们准备上山了，上山之前我们先弄点中饭吃，在一个加水的地方。来来，好，OK，走。咋了？中奖了，占了一张。方便面中奖啥意思？一锅里面两个叉子。洗的时候吧，直接就回到重庆的。螺蛳粉要用冷水煮开，不要加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臭臭的味道，加就不是螺蛳粉了。我走错了路，然后我一直找不到路。我发位置给汤姆哥呀，他要来这里修车了。我在群里问你们在哪里，然后你就直接发那个位置过来。我发的？不是你发的，谁发的？然后我又走错了路，那边又修路，我又绕了几圈。小拳拳捶他胸口，都摔车了。妹子，我来了。小拳拳捶我胸口，来吧。我去的，我扶的。对，没事没事，你下次要跟上。这些人都是坏人，讨厌你们。我有碗，我有筷，我有勺，我还有叉子。下次要跟上大部队，知道吗？我本来就不认识路。对，我找你路痴啊！我跟你说了那个。我本来就路痴啊！你说加油站，加油站，我绕了几圈，我都找不到加油站。这个泡面有啥拍的吗？吃牛肉的时候多拍一拍吗？吃泡面的时候要多拍，显示我们出来可怜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，我们有泡面，还有喝酒吃肉的时候少拍一点。我出来的时候居然胖，这是腰带又系不上。他们说我们两个长得像不像？像，像吗？像吗，很像，绝对我选的这两个人太无敌了，我靠。绝对是13多年的兄弟，比我们两个发不上。对对对对，对对，熟了，已经熟了。好了，这五分钟咱们快一点。我没有刀，这五分钟我就这是新式洗锅法吗？别掉下去了，掉下去得去捞。我靠，看干不干净？检查一下，干净了，干净干净。